到了，遇到了危险。可是因为这个小男孩，他是在爱中长大的，所以他的内心是非常有力量跟勇敢的，来面对了这个危险。那今天呢，他们演这出戏啊，还有待会他们要唱一首歌，其实要来表达他们烫伤之后的这一段的心情。虽然曾经烫伤，可是因为周围有。